Hello， 安安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邵雨薇。将半滴落成诗，皆是在惊觉我于此。你从不察觉，等你渐渐发现，细雨或者尘埃，愿你能分辨，就算穿衣。感觉好像这边有十多个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！这一次终于不是以戏剧来宣传，是以专辑来宣传了，开心！专辑的概念其实微雨就是雨薇的意思，所以这整张专辑都想要让大家可以认识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还有我的个性是什么。所以在这十首歌里面，你可以把歌词细细的翻开来，就可以更了解我喽。其实微雨是蓝又齿老师帮我们做的，然后在他写歌之前，我们都有聊过。那聊完之后，他写完的歌那个歌词一摆出来，我的天哪，就是秒哭。因为他的歌词除了写得很美以外，就是完全是写中我的心声，就是在讲我出道这几年后可能在演艺圈遇到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加上在台北这几年可能遇到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啊，或者是生活上的不如意、不开心，风风雨雨都在这里，都在微雨这首歌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这首歌。我觉得每一句都很难，微雨将干地落成诗，届时才惊觉我于此。这有点像是我这几年来可能刚开始拍戏的时候，我从一个很小的角色开始演起，自己要想办法要很努力的演戏才会被别人看见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真的到地都已经变成诗了，才会发现原来这是小鱼。所以真的是好像我下了很多雨，我真的是做了很多努力以外，还有就是我演过很多角色的累积，这样有趣哦。比方说我录那个年度最佳新人的时候，那录音室的现场，我们就是一直不停的聊食物，对，因为聊食物是最疗愈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在那个录音室里面都充满了欢笑。我觉得最困难的一首歌是我录微雨的时候，对，这首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，但是在录它的第一天，我觉得我录不好，然后我没有唱好，我觉得我好像把这首歌给唱坏了。那时候我就很难过，觉得说啊，天哪，这么棒的一首歌，要是从我自己表现出来是不好的，我可能会很伤心。我就跟佑时老师说，这首歌如果我觉得我唱不好的话，我可以还给你让你唱吗？所以佑时老师就跟我说，嘿，雨薇，微雨就是雨薇，我又不是雨薇，我有什么我不能唱这首歌，所以你还我我也不会唱，如果不是你唱还有谁可以唱。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，感觉对了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第一天的都淘汰，都不要。但是因为我们录音期间都是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录制，也就是我第二天要从头录到尾，大概录到半夜两三点吧。我记得，对，录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我是在打瞌睡。对，他说，我就是我在那边等他们再听一听。他说好，因为再录一句就好。我就好。我觉得专辑这首的坏女孩，她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要讲说我就是承认我就是一个坏女孩，而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之间就是我跟你想要达成一个共识，但是你不愿意，你只愿意当你的国王，那我就不可能成为你心中的乖乖牌，因为我也是有主见的人。既然我不是你心中的乖乖牌，那我也只好变成你心中的坏女孩了。所以他不是真的在讲一个坏女孩，那我自己就是这样个性的人。未来的目标，我是希望可以，开始都往一些自己真的想做的，比方说专辑我们现在出了嘛，就是都是选我自己真的喜欢的歌，然后走我自己想要的方向。那如果是戏剧上面的话，我也会希望可以真的去努力争取一个很棒的角色，然后为自己得到一些肯定。这一次发专辑，其实我已经即将30岁了，然后就是在30岁前赶快发了我的人生第一张专辑，其实我非常的害羞，但是我很开心，因为成绩很不错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如果你们再继续支持下去，然后又很热烈的话，说不定还会有第二张，所以
对，所以就是要拜托你们继续支持咯。然后在6月8号下午2点半诞生演唱会即将就快要来了，那我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一直在练习当中，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听我唱歌，然后我会在演唱会当中跟你们多多的聊天，让你们知道每一首歌的含义，或者是你最近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，都很想要跟你们分享。那演唱会之后还有近距离的击掌，还有送签名海报哦。